哎呀妈呀，你来了老铁，有位朋友下方评论说，阿豪可不可以做一次红烧狮子头的教程。好，今天就把方法分享给你们。市场上没人要的前膀肉，咱们给它改刀切大块，放入绞肉机，咱们给它绞成肉馅儿。肉馅儿中呢，咱们加入葱末、姜末、蚝油一勺，放点生抽、咸鸡精调口，放入一个公鸡蛋，来点料酒，来两勺的土豆淀粉，冲着一个方向，你给它绞肉上劲儿。这个时间手机还有电的朋友们，给老弟来个双击，就是往屏幕上杵两下子，感谢你了。起锅多烧油，手中蘸水，把这个肉丸子你给团得圆圆乎乎的，大小你自个儿说的算。油温六成液，咱们下入肉丸子。家人们，这个时候一定要轻拿轻放，别把手烫了。刚下来的时候啊，你别像一个欠边灯似的，你拿勺子去割了它，要是容易割了碎了。你给它一个定型的时间，炸差不多了啊，咱们给它捞出备用。起锅烧油，放入葱姜、桂皮、香叶，加入生抽，加入我家清水，放入炸好的丸子，精盐鸡精调口，老抽调色，盖盖炖它15分钟。盘边摆入油菜，做好的丸子摆入中间，捞出料渣，咱们放入水淀粉，咱们勾个芡，黏黏糊糊的，咱们均匀的撒在丸子上，